许说不清你和你的前任，我的四零在，不许猜不到，咱俩打的难舍难分，难分难解，难解难分，对，理儿都懂，成会玩数学课不大无畏，脑干对了，脑洞要开，脑补要帅，我给你骂的狗血喷头，我打的会怎么样，不疼不痒，现在练成语练到只要一练成语就想着孙子在旁边自己打，人人有份的烧脑游戏，周末更新，全程欢笑。谢谢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实在是太热情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最烧脑的文化娱乐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2015第二届中国成语大会决赛的第六场。我们录制现场是设在了中国成语典故之都邯郸，欢迎大家。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儒雅博学的江南才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苍明先生立波。苍明老师很有特点，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师，我们简称为苍老师。因为这个不论是场上场下经常这么私下里尊敬的称呼我，就是表达了从内心往外的对您的一种爱戴。虽然我一再告诉他这个典故出处啊，还是不能纠正他那颗对苍老师的向往之心。苍明先生是苍明先生，要叫老师还是叫厉老师会比较好一些。好的，要不然我们就叫苍老应该行吗？那就相当苍老了。另一位同样了不得，历史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老师。蒙曼老师啊，对历史绘声绘色的这种讲述啊，让无数像我一样的男士成为了他坚定的粉丝啊。不过蒙老师，我要告诉你啊，但凡有女嘉宾坐在那儿，她都是偶像。前面的杨宇老师说的可肉麻的，杨宇老师说的高兴的，回去都睡不着觉。好，那么比赛进入到了第六场，今天我们在场上要见到已经获得晋级的六组选手，他们分别是白桦灵犀组合、白马飞马组合、文质彬彬组合、 PM2.5 组合、武夫组合、石宇组合。首先有请第一组对阵的选手白桦灵犀与白马飞马。我们看到的白桦灵犀组合就是我们的东道主队伍之一，来自邯郸学院的白娟与张玉桦。其实大家已经认识他们了啊，赫赫有名的邯郸四霸之一啊。但当你们一出现，可能很多选手啊连绝地反击的机会都没有。张玉桦，我听说有人这么形容你啊，理科生的脑子，文艺生的命。这话怎么解释？就是因为我当时在选文理科的时候，其实我的理科成绩要远远高于我的文科成绩。但是考虑到今后的诸多因素，然后就选了文科。觉得一个女孩子学理工科可能将来嫁不出去。对。是吗？真不好嫁。错了，一个女生你要考到一个理工科为主的学校，那有多少男生围着你转呢？但是现在不都喜欢小鸟依人型的女生吗？没有人会喜欢女汉子呀。那不见得，也许有那癖好的就爱你啊。我们姐妹花
啊，很可惜我们姐妹花离开比赛现场了，我相信她一定喜欢女汉子。好，白娟啊，娇娇柔柔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听说特喜欢穷游是吗？是。都去过哪儿啊？嗯，最西边的话去过西安，最南到过南京，最北去过内蒙古，然后就围着中间转悠转悠。你说的这几个地儿已经算中间了，到西安还叫最西边儿。对于我的最西就是西安了。哦，对于你的最南边就是到了南京了。哎，德艺双馨的立波老师家。是。啊，下回一定要去请立波老师吃顿饭啊！我就是奔着立波老师去的，没找着嘛。哦，就是奔着立波老师去的，就是没找着。你是八卦媒体的吧？咱们把这么深的秘密都挖出来了。哎呀，您在这都看出来了。这个下回可以跟立波老师多聊聊啊，争取以后当立波老师的学生啊。好，希望你们保持以前的战绩，让我们看看邯郸四霸的真实水平啊。白马飞马的组合简白马英博，对，这个我要透露一下，马英博还是一个学法律的，但是明知自己的搭档已经是有人家的情况之下，上来居然要求来，咱俩先练练对视。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今后的打算有可能更倾向于做一名律师。哦，做律师的话就更要需要与当事人这个沟通，是吧？不然的话，客户怎么能信任你呢？你这话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信吗？反正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好，这个简白，我觉得呢，上次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婚戒，是吧？这个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能够答应他如此无理的要求呢？视死如归。谢谢。我觉得今天你们俩遇见他们俩是不是更就是遇上这么强的对手，就算我们失败了也虽败犹荣。对，我们保证坐怀不乱。什么呀？谁跟你坐呀？坐的好像。哎呀，主持这么多场了，我也没见有人要让我试试坐怀不乱呢，是吧？这是律师的专用语，一般都是。啊，明白了。好嘞，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轮比赛，主题六词。对抗赛，你们当中一人描述，一人猜词，完成时间短的一队获胜。比赛过程当中，每队各有一次犯规和说过的机会。但是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没有用成语本意来猜词的选手，不得使用逐字拆解的方式来进行描述。首先是白话灵犀组合先手，来，我们看看你们的主题是什么。端倪，一个事情要开始发生了，会显露一些征兆。选手准备开始。看到小的就了解大的，睹为之柱，首字见为之柱。对，刚刚表现锋芒，小试牛刀。初露锋芒，首级手机，头，头角峥嵘，快刀什么乱麻，斩，表现，头崭露头角，对，单片的树上的就了解第三个一叶之秋，对，我不怎么着不怎么着就表明的很出色，不言不语，你看我平时不怎么着，显山露水，对，什么成风什么耳语，眩晕暑润，对，我计划的很周到，但是却有丁点的失误。千缕翼，个十百，对，百密一失，对，四字百密一疏，对。也许第一轮上来压力有点大，这个成绩很好，但是我觉得对于四霸的身份来说，稍有点让人不大满意。哎，因此白马飞马，坐怀不乱。但是我要说一个词儿，崭露头角，这个说的是柳宗元、唐玉为刘子厚写的墓志铭，说他13岁的时候就写了名篇名震天下，21岁呢就进士及第了，就崭露头角。另外一个成语头角峥嵘也来自于此，场上的选手我看都是崭露头角，都是头角峥嵘。这次哪一个词崭露头角了呢？
就是这月晕楚润。哎，两个人说什么耳风什么耳雨。嗯，哎呀，我觉得这个词解释的那太到位了。月晕耳风，楚润耳雨，一下子把这个词就给根儿给挖出来了。这样的话，你看他接的多快呀！如果都能这样就好了。嗯，我想问一下，楚润是什么意思？倒那个石头，那那个叫个什么石头？然后如果杵它的话，如果有了那个水渍，就会有雨。再好好查一查，什么东西叫杵啊？我们会说柱杵，柱杵是什么？宫殿大柱子下面的那个石墩子。中国古人对于天象的一种很基础、很朴素的科学观察。楚润就知雨了，月晕就知风了。那么这个谁提出来呢？就在这个苏洵的《变天论》里头，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啊，楚润就是这个石头遇到空气当中湿度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凝结，这个雨露就感觉湿润了，代表可能要下雨。明白了，这是科学道理。欢迎收看本期《走进科学》。好，白马非马，对方等于是给了你们机会啊。想当年，儒道墨法农民杂啊，阴阳家纵横家，你们能排列前几位啊。可惜这门学问失传了，希望在你们这里能够弘扬下去，把诡辩术好好的给我们展现一下。来看看你们的主题：潜伏、谍战剧。来，选手准备，开始。形容用赝品去当做去冒充什么？冒充真品。对，用赝品。以假乱真。对，打仗之前，我把我的部队先停下来，先严阵以待，先没发出去，把我的部队啊停下来，叫什么？叫做按兵不动。对。形容这个，我形容打一个城，然后我的内人和不是内的里应外合。对，形容这件事情他有那个要命的东西，然后就把没显露出来。要命的东西，第一个是光明的反义词暗黑。对对对对，暗无天日。不是，第二个字是把它给什么起来，暗中把他们什么藏起来，不让犯规。我这个秘密不说出去，好像一个器皿一样。你们不发？不是器皿，我守口如瓶。对对对。形容这个，我非得说是你去考试，去帮你考试。我说我是减白，我去考试个。第一个是假的，假什么？假。慢慢来，假什么？演。第二个是口碑的意思。名。对。第一个是什么？假的东西，我们戴的东西冠叫什么？什么字？嗯，冠，头上戴着。对，冒名顶替。对，我们做事情啊，得根据灵活一点，然后根据见机行事。不是冠，灵活一点，要根据这个发生的事情。因事制宜。我跟着你要跟。随。对。随机应变。对。好，马英博，你注意劲儿。看着这个，但是我刚才发现啊，当你说完那个帽，他猜出来了，是猜出来了，但是简白的眼神里是暗藏杀机啊。恨死了是吗？嫌他说话太慢了。如果眼神可以杀人，已经死了好几次了，你知道吗？所以成绩不理想，因此第一局白话林夕获胜。我要说一个词儿，就第一个词儿，以假乱真。我们现在说是以假乱真，这是白话语境。最早这个成语出自《颜氏家训》，它最早叫以伪乱真。古人不会说以假乱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在古文里头它是假借的意思了，所以那就是古文语境。你看，古文产生了一些成语啊，它非常雅致，但是流传到今天，我们就会改动其中的一两个字。让它更适合我们如今的生活，就变成以假乱真了。这个成语变化就能体现出白话语境和古文语境的一个变化。好有文化的立波老师。好，双方现在进入第二轮的较量，双音节对抗赛。本人最喜欢这个比赛。描述者每次只能使用一个双音节的词，
或词组来进行描述，没有猜中者机会交给对方。本轮赛制三题两胜，白话灵犀先手，先手未必有优势。选手准备开始。理智。理智，姓李的李，然后三点水那个智，智理的智。李智，武媚娘她老公。大权旁落。我去，这怎么想出来的呀？李智一下子就想到大权旁落，我觉得都是张老师提示的好啊，在那儿给人家讲什么武媚娘的老公，哎，厉害厉害厉害，都怨我，都怨我。我要说，我应该说唐太宗的儿子。您要这么说，可能就猜不出来了。他不是前日子范冰冰那个啊，这个印象很深嘛，是吧？啊，李幼廷很深吧哈，这哎，我直接说李幼廷也不对，又回到武媚娘那儿了啊。你是这么想出来的吗？他说李治，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皇帝嘛，然后您又说武媚娘她老公，完了落实了，就是我干的。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您小心啊，现在我搭档着酝酿着写本书把您搞异议。好啊，实属意外，实属意外啊。来，这个也看出我对咱们邯郸人的一片感情了吧。来，第二个词儿，准备开始。更好。你自己解释，我不说了。就是更好。对，精益求精。交换武器。更好武器。倒计时。原本我还敢在这台上多说两句，看今天有这样两组，不敢说了。您这魔枪。交换。飞禽鸟枪换炮。漂亮。我什么都没说。其实您本该说。鸟枪啊，飞禽就想到这个了。没有，他说武器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他们武器提示的好。嗯，武器的成语应该还有别的呀。武器更好了呀，不就鸟枪换炮了。你说更好不是特别好，你说升级，鸟枪换炮不是是一个升级版的。现在小孩天天打游戏，您说升级不一定把他们带哪儿去了。哦，这个武器啊，确实是我们现在理解鸟枪换炮的这个思维。他最早这个就儿女英雄传里头侠女十三妹嘛，他是说一个人吹牛的时候烟袋换吹筒，吹筒换鸟枪，鸟枪换成炮。哦，就是管子越粗粗气越大，吹牛越吹越厉害的意思。哎，这倒是升级的意思，但是和武器呢，它原来不是指武器的意思啊。好，现在双方战至2-0。我们开始第三轮90秒限时对抗赛，选手猜词者、描述者身份互换，限定时间内答出成语最多的一组获胜。比赛过程当中，各队各有一次犯规、一次说过的机会。白马飞马先手，选手准备。开始。说那个我就是刻意的然后来迎合你，就是我蓄意逢迎，不是，就是特别的矫揉造作，不是，
迎合你，迎合你，或者迎合别人，就是顾大局这样。委曲求全。对，这个扯这个脖子唱。一行高歌。对，说我考虑的特别好，每个这个都考虑了。方方面面。没有，有一个字对了，每个。面面俱到。对，说我是个这个。过。两个叠词，这个大军怎么怎么样的就来到我们这了，很多人。人山人海。不是，第一个字是那个什么大，就是武善扬武。浩浩荡荡。对。说我这个观点啊，就是特别的这个，特别的牛吧。这个第一个就是假的反义词。真。对。然后这个牛到这个烧跟烧了似的。真火。第二个字是那个我懂，又叫我什么道。知。对。真知灼见。对。说我长得特别好看，特别好看。貌美如花。哎，你这个貌美如花确实是一个经典啊。长得特别好看。是什么呀？相貌堂堂。我觉得一般形容男人，你应该指我。我马上回。相貌堂堂啊。没反应过来。你看，你一指你，换来的就是貌美如花，说明你在他心目当中貌美如花。千万别让你老公看这一集。好，90秒一次过。英雄末路过了，不是好兆头。90秒5个，来吧，4/1，选手准备。开始。我嘴里什么样的说着，前两个字一样。喋喋不休，滔滔不绝。我很想你，很思，念念有词。对，特别小，特别小，微不足道。首字对了，微乎其微。对，他的心思没法看穿。刺猬，捉摸不定。四，捉摸不准。捉摸不。立什么指背，捉摸不透。对。本我在其。犯规。突然没来得及准备，没来得及。恭喜白马飞马。不好意思，谢谢你们。这个白马飞马呀，这个还得说一句哈，你们刚才那个真知灼见，你们怎么解释了？都烧了。我那灼什么意思呀？我希望他能想到镯子，因为要避字嘛，所以就很难讲。镯是明白的意思，真知灼见啊，真理，非常明白的见解。所以他立刻回答叫真火，就差三昧真火了。哎，当时我脑海里的是炉火纯青，但是搭不上啊。好，因为白话林夕的一个小小失误，所以给你们获得了一机会，那就是我们可以进行第四轮比赛。现在场上战至1-2。第四轮抢答对抗赛，这个题目由我来描述，你们可以在我描述的过程当中任何时间段抢答。两队选手各有3次抢答机会，但是3次要都答错，就算对方获胜。本轮依然3题2胜。我记得好像你上次就是，我也记得啊，3次抢答失误。对，保持。好，来，选手准备。这个故事讲的是颜值的杀伤力。晋朝的骠骑将军王绩是当时的偶像派加实力派的大人物啊。他不仅相貌英俊，才华出众，待人接物也很有风度。有这么一年，他的外甥跟着他，就是跟着他的妹妹或者姐姐来投奔他。王绩见到了这个外甥，哎呀，长得好啊，眉清目秀，唇红齿薄的，风度翩翩，惊为天人。还没听懂啊？王绩被外甥的美貌比下去了，不由得连声感叹呐。他的外甥叫魏介，
慰藉的特点是什么？后生可畏。后生可畏。王继这句感叹的前半句是，准备了啊，这一出了你们要答不出来就可以都回去。珠玉在侧，说说，自惭形秽。慰藉当年的大帅哥出去一趟啊，这个女人都跟着他跑啊，他开辆车，这个那女士们都把自己喜欢的瓜果梨桃香囊扇子哗哗哗往车上扔，活活把慰藉给干死了。为啥《世说新语》说是看死的？因为那就是一个拼颜值的时代，就是贵族时代呀，贵族时代对人的这个美貌如花是有着超高标准的追求，所以要是去看什么叫颜值，就去看《世说新语》容止那部分，就知道人往什么方向打扮了。嗯，而且那时候男人也不是叫相貌堂堂，就是刚才形容的貌美如花啊。慰藉就是貌美如花那种。对，那还是别貌美如花了，相貌堂堂就够了啊。所以这个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现在都能回到那个时代，咱们今天的第一美男子一定是德艺双馨的苍老师。这我再纠正一下啊，那个时代虽然说是魏晋风流，风流并不是只是貌美如花的意思，关键是风流的背后是魏晋风骨，这才是苍老师的真正的内涵。厉老师欠了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这个没胡子，那时候得美髯，对，那胡子是最美的标志。厉老师回去加强修养。来，化妆丁丁给厉老师贴胡子。好啊，我们来看第二题。这个故事再一次证明，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颜值可以救命哦。东晋大将桓温，这个征讨蜀国之后，瞒着妻子纳了成汉皇帝的妹妹为妾，桓太太非常不高兴，因为她是晋明帝之女。我见犹怜。我见犹怜，况老奴乎？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人呢，把人家那个抢来想做小妾，这姑娘呢天天哭不乐意，然后呢正房大太太也不干，但是正房大太太一看，哎呦，这姑娘太好看了，看着那么可人疼啊，我看着心里都特别怜爱她，何况我们家这老不死的。哎，这个词儿通俗说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吧，王老师？对。嗯，你这描写的还紧张多了，当时这个大太太是去杀这个李姑娘的。哦，结果到那儿，这姑娘正在这个化妆，然后这姑娘这个从容不迫的对这个大太太行礼，然后这个大太太一看之后傻眼了，说我见犹怜，况老奴乎。所以这个情势就是你刚才讲的，颜值是救命的关键。错，道理在哪儿哈？这事儿大家都说拼颜值，其实拼的是什么？是你这个李姑娘啊，不光是镇定的气质。李姑娘说：“我不想跟你们家桓温，是他把我掳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这个小三儿主动表态，我是被逼迫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有我见犹怜。如果他急着上位，他不管长多漂亮，桓太太那刀子也得把他干掉。哎，没错啊。来，咱们来下一个词儿。这个故事讲一个英雄末路的故事，令人感叹呐。汉武帝想联系肉汁来夹击匈奴，于是张骞主动请缨出使西域，谁料到出师未捷，张骞在途中就被匈奴扣留，11年之后方得逃脱。他找到了肉汁的遗民，痛陈
家鸡匈奴的事情。可是肉汁移民对此事是毫无兴趣，他们觉得自己到这个地方足够安居乐业，没有必要再开边信，所以把报仇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于是张骞无功而返，但是他的这次寻求联盟的结果被总结成了一个成语，原来是指没有了解到真实的意图，后来比喻没有掌握事物的关键或者要点。耀眼不凡，你们猜词儿的时候把一个字儿形容成没有没，他们现在的表现就是答案。哎，但绝不是晕头转向。没有了解到真实意图，后来比喻没有掌握事物的关键或要点。全无头绪。你是全无头绪。哎，来，不能再哑了。不得要领。哎呀，问题是这事儿怎么答得这么不得要领啊？我觉得这挺著名一件事啊，丝绸之路就这么开通的呀。本来不是要去打通什么道路的，是要夹击匈奴的，找他过去的仇人大肉汁。张骞他们千辛万苦去了，人家说我虽然逃是逃了，可是我现在安居乐业了，我不愿意再跟你打了，所以是张骞不得要领而返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可是呢，虽然不得要领回来了，后来张骞可得了要领了。他说呀，我见到很多风土人情，我看见当地都有什么什么样物产。最后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儿，这丝绸之路就打开了。现在一带一路这么伟大的事情，跟这个不得要领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得了要领了。为什么这么不得要领你知道吧？缺了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成语的魅力。这件事儿非常有名，这个词儿我们生活中常用，但是中间就缺了这个成语的典故出处。所以成语多重要，好好学成语，你就把那些著名的事和生活中常用的情景联系在一起了。好，恭喜邯郸东道主队白话灵犀获得晋级。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组选手，文质彬彬组合与青年作家组合 PM2.5。 文质彬彬组合啊，这个陈志东、廖文轩，文轩姑娘可能是我们本场比赛当中身高最高的姑娘了，颜值最高，我可以这么说，但是不敢说，怕别的姑娘跟我拼命啊。希望你们的成绩也能够高高在上啊。谢谢老师。运气不错啊，没碰上四霸。但是碰上才高八斗的彭老师也是有点害怕呀。对啊，彭老师不足为惧。我们的运气向来就是这么旺，谁的水平高我们遇上谁。因为你们是厦大的嘛。要继续锻炼胆儿。对，陈志东啊是这个中华诵经典诵读大赛大学生的一等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他以前口吃居然能够得诵读大赛的冠军呢。在张同岳老师面前真的是不敢班门弄斧去说什么诵读。对，我以前口吃更厉害。
但是确实以前我自己特别不擅长表达，然后也特别害怕和人交往，可能也是一个厚积薄发吧，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在我们厦大我们自己举办的那个汉语言应用能力大赛当中也取得了一个金奖。谢谢。其实很多这个演讲大师啊，你比如说肖伯纳原来就是口吃，后来是演说大师，那你像心学大师王阳明5岁之前还不会说话呢，爱因斯坦5岁之前也不开口说话，所以只要自己努力，先天的条件哪怕再差都可以超越所有的障碍，成就最好的人生。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你也有吃过。对，就是在我4岁之前我都不识字，可是现在我成了作家。你这笑话太冷了。哎呀，我5岁之前还不识数呢，我现在把钱认得可清楚了。好啊，没事儿，真是像立波老师说的，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曾经口吃，韩非子就口吃，对吧？英国的国王也口吃，对吧？啊，陈志东也口吃，对吧？谢谢老师，这么抬举啊。因为你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嘛，捧杀。您手下留情，您手下留情。文轩，你是怎么跟他搭档起来的？我们算是别人牵线搭桥认识的。相亲。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没事，口吃不遗传。不不不，这个老师就不要乱点鸳鸯了。我不点，就是会开个玩笑啊。我们两个的相识也是和这个朗诵有关，是那个文轩他也去参加朗诵比赛，然后因此我们认识了，所以这次就一起走到了这个成语大会的这个舞台上，然后去一起去学习。好，我还得感谢你们没有去参加诗词大赛啊，而来到了中国成语大会，谢谢。就冲着您来的。对，因为那节目不是我主持的。好，我们来看看 PM2.5，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彭敏他姓彭敏，就 PM 2.5 呢是说的建章同学，建章同学的性格我们可以用2.5乘以100来形容嘛，是吧建章？因为建章我们在第一天试的时候可闷了，紧张的这个答题器都排不住，但是第二天哎呀就跟邪神上身了一样。成语大会使劲干，欧耶。哇，那个表现当时都给我惊着了。建章今天还是依然像那天那样吗？好。不要小瞧建章，建章到目前为止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已经获得了34个不同的荣誉证书，包括独生子女证。建章的心目当中天堂是什么样子呢？不是有多少个美女，而是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是吗建章？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图书馆里面还是得有美女图书管理员，是，而且是颜值很高的美女。啊，看来你也不2.5吧？哦，那当然。好，今天你们俩有没有准备什么段子？其实刚才志东说的那个，就他小时候那种自卑、那种自闭，我是非常深有体会的。您看我这种身高，就是把我放在一堆压的，对，放在一堆男生当中，我永远是最矮的。所以来北京上学之后，我就非常自卑自闭，到所有人面前都是不敢说话嘛。但是后来我发现，长得矮也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您见到我的时候都有点抬不起头来。那个可能您感受不深，但是那个文轩感受可能比较深一点。好的啊，这个彭敏是第3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成人总冠军。能和敏哥做对手，我们非常的荣幸。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囊相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般我倾囊相授的时候，都是因为有文轩在的时候。谢谢黄老师。你是在公然表达自己的一种想法吗？表达我想长高的愿望。欢迎收看《非诚勿扰》节目，嘉宾请亮灯。灭灭灭！快灭！灭了！哎，灭了！24盏全灭了。
等会儿到抢答环节您再说这句话，我保管他们肯定要亮灯。我就没看过那节目，环节我不让来。好，比赛正式进行。第一轮主题六词对抗赛，文质彬彬组合先手，他们的主题是鸿门宴，关系到赫赫有名的几个历史人物。选手准备开始。这个是指最强的兽和兽王他们之间龙争虎斗。对，这个是下象棋的时候会有一条线，楚河汉界。对，你这个人没什么好心思。违规。不好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女的，也是叫妇孺。第一个字对了，然后我是个体，妇人之仁。对，我已经到了绝境，但是我活下来了，这叫大难不死。最后一个字放到第一个字，我从这里面活下来了。两次违规。其实妇人之仁你要解释意思最好，他就是小恩小惠嘛，对不对？这是讲项羽嘛，你再讲上一个项羽嘛。项羽那个，对呀，他那个战士这饿了渴了冷了热了他都去关心，好像很仁慈的样子，结果人家大将军把城池给拿下来了，他把那官印放在手里摸呀玩啊，就是舍不得给人家，最后呢大将都走了，所以呢他这在这个万人敌他也最后敌不过刘邦。因为咱们讲的就是鸿门宴呐、啊、楚河汉界啊，这里头是有深邃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要把这背景讲出来你们就玩转了。好，现在看 PM 2.5。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会的，不会的。你们已经成功的让我看到了两次违规，你们呢？我们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我弄死你们。来看看你们的主题。空城计，失控斩，失街亭斩马谡，空城计。来，选手准备，开始。他的这个内在，他的这个灵魂，那个很悠然，他的这个呼吸很心平气和、安稳，心广体盘。灵魂，心仙人，心神不定，仙人啊，神乎其神。第二个是。这个悠然是很闲，对，神闲，对，呼吸，神闲气定，对，仿佛确实存在这个工作一样，若有其事，天罡地支，天罡36天罡72地，煞有介事，对，对手的数量很多，寡不敌众。己方数量，敌众我寡。对，躲开这个敌方有很多力量。避实击虚，避实就虚。对，两方是两个军队，他们比拼脑力，比拼这个斗智斗勇。对，这个使用部队就没法用兵如神，使用部队没法那个用没法兵不厌诈。对。使用部队没法怎么着？没法避免这种使用谋略。嗯，你怎么猜出来的？我刚才开挂了。好吧，开挂了啊。但是他的这个示意啊，虽然听得别扭，但是倒是这个方向是对的。嗯，因为《孙子兵法》讲兵则诡道也嘛，因为使用这个部队的时候不能按照一个常理来揣度。但是春秋再往前。讲究驿站的时候是兵是厌诈的，后来到现在阴谋诡计盛行之后，兵不厌诈，厦大的两位选手啊，其实一开场蛮好，但是全国人民在 PM 2.5 面前都感觉有点害怕，你们被厦大也很正常。PM 2.5 你们开场的气定神闲，神闲气定，我看建章不停地在叫仙人仙人，就差叫祖宗了。这个是神仙的仙啊，对呀、所以我还以为这个仙人后面接妖怪是吧？我一直想的是祖宗那个仙，我说仙人，是就是，他肯定是紫霞仙子神仙妖怪，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要避讳那个神字嘛？对，这里头你看啊，我们这一次的设计跟上一届不一样，
这个六词里头有个主题词，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主题词，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提示，而且是一种范围在里头，是吧？你像这个前面的这个鸿门医院里头，像妇人之仁和这个项羽息息相关。你像那个空城计里一上来，仙人叫了半天，气定神闲，或者神闲气定，啊，这是形容像诸葛亮这样的智者，是吧？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答题技巧上，啊，所有的选手不要把那个腾跃说的主题词给忽略了，千万不要忽略腾跃说的每一句话和他这个人。他们特容易忽略我，只看着自己的搭档啊，尤其是搭档如果是美女的话。我并没有忽略张老师。你们真是不能忽视我们的大主题。好，这一轮当中 PM2.5 获胜。下面进入第二轮比赛，双音节对抗赛。 PM2.5 先手，选手准备开始。你光点头干嘛呀？步履。步鞋。走一步两步的步。啊，步履。汉厅的总冠军落到了我们成语的现场。笑得太好了。答词儿。国步艰难，交换，举步，俩人都掉一坑里。他都步履，这儿举步，那边来一个国步为艰。踉踉跄跄，还跌跌撞撞的，交换了。生产，生产，步履，举步，生产，物力维艰。哇！邪神上身了，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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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举步也好，步履也好，都想扣那维艰，对吧？但是基本意思没出来。特别是这是朱子《芝加哥言》的第一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不对？你哪怕说丝。啊，履这个都能够确切提示到这儿，或者说节约呀、啊，或者说治家呀、啊。你看后来都到生产去了，我都说了布鞋，对对对，是。所以刚才那个蒙老师讲，你都把蒙老师带沟里了，但是说布履，说他都没想明白，我们再聊啊。对呀、啊，这个就是踉踉跄跄的这个，哎，天哪，确实都带沟里头去了啊。谢谢两位老师。嗯，来，选手们准备，依然是。PM2.5 开始。这打好了应该一枪命中。荒野，别看我，一看您就抬不起头来了。倒计时，荒野。你小时候玩游戏《荒野大镖客》吗？谢谢。交换。无草，不毛之地。
我就不敢往下接，没法接啊。寸草不生，不毛之地。其实最早也不是不长草，我们现在都说这是不长草木的地方了。最早是说庄稼长不了，就叫不毛之地了。嗯，如果我跟我的搭档很熟的话，我可能会说谢顶。秃子，只是开个玩笑。好，来，双方一比一，文质彬彬，准备，开始。这说好了也应该一枪到。狐毛。啊？狐，狐狸的狐，毛。好，他们给你们打出来就算认定这个词儿。基业成球。这是狐毛吗？那是狐皮呀、啊。是是是，你应该说皮草啊。皮草。这个指的是呢，把这个古人说这个狐狸的嘎子窝底下那个皮子特别好。是。就把这一小条一小条的全攒起来，织成一件大皮球，啊，本意是这个，后来呢又有了引申。狐毛，哎呀，姑娘，你这个造词儿啊，狐草我们都不说什么了，狐毛已经让我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按你的答题思路，上次谢顶，这次得嘎子？对，嘎子窝，嘎子窝是三个字儿，不行啊。其实它的本意，可能是说当年跟晋文公一起逃亡的有狐毛和狐眼两位兄弟。也对，你要，但是。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呀。但是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是是是。之前我们在台底下开玩笑说，在场上比赛之后会很伤心嘛，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其实没有比赛也就没有伤害。比赛为什么会很伤心呢？你要想快乐可以不参加呀，你去汉子听写大赛。好，这一关啊、的比赛，文质彬彬获胜。现在进入第三轮90秒限时对抗赛，我们要看一看被邪神上身的李建章这回表现如何。建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写书法非常的顺畅，一挥而就，像走着的天上白白的。那个行云流水，厉害。拿到了你本来想要的东西，如愿以偿。什么意忘形，得偿所愿。第二个是那个，得起，得死。你去上策，得所。得其所，啊，最后一次愿，呜呼哀，得其所在，厉害，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厉害，打了很多仗，雄兵独舞，第一个字是时间很长，休，啊，第二个字是荒诞不，久经沙场，厉害，群居终日，无所事事，说话啊，那个言不齐，厉害。你是师傅，你招了很多门墙桃李。师傅的徒子徒孙、厉害。皇帝是什么样的？有武之尊，厉害。马上就要输了，反败为胜，转脚跟，败不选手，厉害。喜欢房子，喜欢鸟，爱屋及乌，厉害。他们我觉得这个特别奇怪，你看有些解释的特别好，言不及义，对吧？然后怎么就到那儿就开始厕所都出来了？这组词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如果是那种典籍里面诗词里面有上下文的，我们俩可能都比较熟，但是得其所只要见到锁就一定是厕所。还有死得其所。
我的天哪，这组词我现在都后怕。没事没事，不疼。厦大的同学就是不一样，每回总是要挑战让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心惊胆战的对手啊。你们命真好。来，文质彬彬，准备开始。哎呀，这个问题急得我抓耳挠腮。对，你说话怎么一直说都滔滔不绝，说个没完没完没了。对，过那个决胜千里之外前面，在帐篷里面运筹帷幄。对，是个人物，咱们说他是是个人物，钢笔的牌子，英雄。对，这是后两个前两个是英雄。不是，他就是说就是这个人很啥都不怕，很有什么量，胆量。对，这是第二个字连起来，孤胆英雄。哎，好，那个这个人说话呀，真真假假，类似的这样一个词。叠词，两个都是叠词。是是非非。然后换。真真假假。这个人特别，什么伪？虚。反义词。虚虚游游，虚虚实实。对。我一直说，说个没停。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换第一个，这是这个第一个叠词。侃侃而谈。再换。UFO。喋喋不休哈。对，飞碟。抓耳挠腮形容的很好哈。对，真的是把我急的我都要。对对对。运筹帷幄啊，这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意愿的。对 对, 对，答出了他后面一句，决胜千里之外。说的是谁？诸葛亮。决心。张良、张四方。我们平时练错了。你看，哎。好，现在进入第四轮，抢答对抗赛，来。这是一个很有魔幻色彩的故事。晋国一个叫做魏科的人，他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地的习俗，父亲的爱妾必须要殉葬。结草衔环。哇，天哪。魏科不愧是一位好青年，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没有遵从父亲的遗志，让他殉葬，还允许他改嫁了。后来秦晋两国打仗，魏科在战场上与敌将对阵，就在魏科力有不逮的时候，半路杀出来一位老人家，用一根草绳绊倒了敌将，魏科得胜，抓了俘虏回家。当晚魏科就梦见了这个老头，老头说呢，他不是神仙，他是那个他嫁出去的那个小妾的爹啊。老人说呢，我结草绳就是来报恩的，感谢你救了我闺女一命。老人的举动就后来成为了一个成语，用来比喻知恩图报，也就是结草衔环。这个我肯定要听到那个老人他的行为结草的时候，我才能想起这个成语，太厉害了。这两个成语本来可能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后来李密在《陈情表》里面他写到“臣生当结草，死当衔环”，我觉得可能是在这儿被合起来的。其实他这个抢您活，他抢您风采。你刚才讲的这个成语确实两个独立成语，按照你这个故事应该说的是叫魏科，结草，对吧？另外一个独立成语是谁衔环，合起来才叫结草衔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比魏科还厉害？因为那人是杨宝。杨宝是谁？杨宝是杨震他爸爸。杨震是谁？杨震是关西夫子。关西同学。对，那就日暮雀金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呀、啊、对呀、啊、表现真的很神勇啊。厦大的同学又要经历风雨了。没关系，来，我们看第二个词儿。这个成语某种程度上讲是歌颂了那些忠于自己职业道德的史官。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
谋逆，弑杀国君齐庄公，另立景公为齐国国君，他自己当上了丞相。为了遮丑，崔杼命令史官把齐庄公的死因写成病逝，史官拒绝受命，冒死秉笔直书，崔杼恼羞成怒，杀了史官，还不知道。好，结果一连三位史官都因为这个原因而被杀害。崔杼的弑君之罪不但没有被瞒下来，反而越闹越大。《左传》用一句话来批判崔杼的这种行为，意思是：有人想求名声不来，有人想掩盖名声，而凡是欲盖弥彰，有人想掩盖名声，而反而使其更加明显。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啥？要想掩盖事情的真相，结果反而暴露得更加明显。崔杼弑君，这是历史上太有名的典故了。但是你第一句话很容易把人带沟里，你发现没有？第一句话说他讴歌了那些忠于事实的史官。要是我第一件事想的是难懂之至，第二个想秉笔直书，怎么也想不到是欲盖弥彰，因为那是批判那些想掩盖历史事实的家伙。但他同时也歌颂了史官，你知道吧？我不是按照他们原来这么写的说的，我也看着我说的是这个成语的某一部分，他讴歌了那些忠于史实的史官。左传写的时候，你看《左氏春秋》嘛，《春秋笔法》，它有批，它有褒扬在里头。关键是史官，而且这个你说连杀了几个人，还有一种说法，他们都是兄弟。太史伯杀了太史伯之后，又杀这个太史仲，又杀太史叔，杀到第四个兄弟四人太史季，还要秉笔直书，所以崔杼是杀了手麻了，杀不下去了，是不是？结果还有一个南史氏，赶来听说太史兄弟都被杀，自己宁肯被杀也要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这时候太史季他这个已经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同时也是歌颂这个太史令这一家族那个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所以这是春秋笔法，既有批也有褒扬。好，双方神勇表现，战至1-1。来看下一个词儿，这是一个和复仇有关的故事。楚国大臣伍子胥伍元的父亲和哥哥都死在了平王的手里，伍元逃到了吴国，发誓要为父兄报仇。流落街头还吹箫要饭。多年后，伍元率领吴军攻破了楚国都城，此时平王已死，伍子胥刨了人家坟呢。据说当时平王的尸体还是拿水银泡的，他给人揪出来鞭尸打了，挫骨扬灰，打了人家尸体300下啊，搁现在就是侮辱尸体罪，重刑。伍元为报私仇，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还拿死人出气，触犯众怒，于是当时民意汹汹啊，都说伍元太过分了。但是他自己辩解说呢，我时日无多，急于报仇，只能做出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伍元的复仇故事被概括成为一个成语，它比喻所作所为有违常理或正义，倒行逆施。他比喻所作所为有违常理或正确方向，也常用于谴责背离历史潮流的人。据说伍元编完诗之后，好像还真是挫骨扬灰了。是啊，还能想到啥关于这事儿的成语？日暮途穷。啊，还有啥？还有一个典故叫哭秦庭，之前还有无事吹箫。吹箫，记得很好。
这一轮 PM 二点五获胜，恭喜！因此，最终你们获得晋级。两位等待国卫赛，他们再次停演了，不是自己不行，是对手太强大。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三组选手，五夫组合、石宇组合。五夫组合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的马善志和罗叶楠。我觉得啊，这个搭档啊，应该是互相配合、互相捧。但是呢，据说在这个马善志的嘴里，对于罗嘉楠的评价是傻、蠢、呆。请问罗嘉楠，对于你搭档的恶毒攻击，你将回给他什么样的颜色？首先你把我的名字念错了，我叫罗叶楠，我是傻蠢呆。请问罗叶楠，你对马善志的评价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评价更像是他的自评。说得太好了。反弹，反弹无效。不是，我们的日常就是互黑嘛。啊，你们是习惯于互黑是吧？嗯。这个罗叶楠听说是理工男，但是非常爱好文艺，混迹于各大节目的贴吧当中。最成功的是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贴吧里发起了拼试会，并且成功的举办了四届。我听说你其实特别嫌弃他，因为他特别絮絮叨叨。确实是这样。那你干嘛跟他在一起？我也承认，因为没办法，糟糠之妻嘛。糟糠不下堂啊。来，我们来再认识一下来自清华大学的史宇组合，宋小田和孟凡卓啊。凡卓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坏的孩子，学动画的，一看就很有艺术范儿，对吧？然后呢，每回我要跟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从来都是。凡卓失礼了，啊，您失礼了。好，其实凡卓的孩子特别可爱，而且呢，他在场上的表现啊，让我们觉得这孩子特别有戏剧性，不去考中戏真是可惜了。啊，谢谢你，确实比较喜欢表演。喜欢表演什么？演过戏吗？这一对选手的表现你们上次见过对吧？你们是通过夺位赛进入到了晋级当中。嗯。那么面对他们两个，这两个人的组合在我印象当中，那是咱们组合当中非常成功的一对儿。嗯。而且互相补充啊，面对他们，你们此次来是大酱油呢？大酱油呢？是大酱油。我觉得我们就是打酱油，也要打满满一瓶。你要打满满一瓶啊！枝繁叶茂，茁壮成长，你也认同他的说法吗？嗯。嗯，好，很进步了，进步了，这孩子终于今天给了我一个啊！好，来。选手准备第一轮主题六词对抗赛，来，我们看看你们的主题是什么？是啥呀？解释嘛呀？这捋胡子，捋胡子哦。刚说完，这个立波苍老师啊，要是到了魏晋时代，蒙曼老师说了缺什么？缺一个大胡子，然后要不然就是。不是看杀慰藉了啊，我们是要在德艺双馨的立波苍老师啊，就会觉得珠玉在侧，自惭形秽了啊。来，选手准备开始。这词儿意思说，全是病啊，乱七八糟的病啊。第二字是不简单，叫什么？富。不简单，不对。难。对。疑难杂症。对。这词是，我好像在想什么事儿呢？若有所思。对，
这词儿说，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对，这词儿说，哎呀，我到底下否下这个？不对，前两个字，前面两个字。举旗。那个第一什么浅唱？吟。对，沉吟未决。对对对，第三个字，沉吟不绝。对。这说，我呀是很不年轻，然后那个很有心计，老谋深算。对，这词儿说呀。我在这儿啊，一个明明是像一个小狗，就一定要弄出一个老虎的，狐假虎威。No, 就是找出一些南什么北调啊，南腔北调，对对对对，装腔作势，对对对对对。好，一分零六，没有过，没有违规啊。你为什么老揪裤子？人家撵虚你揪裤子干什么呢？我紧张。紧张啊！对，没事，别紧张。而且我们说注意的这个男生往那个，不对，不对啊，下回也可以这样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从经过上回那个王帆，对王帆之后，太深了，对对对，根深蒂固。完了，你也别说他，我觉得他都跟你学的，你老活色生香的，是不是？他都不昂了，哥。李波老师这是往回找得以上进的。好，石宇，一分零六，没有违规，没有错。我们看看你们的主题是什么？杠杆儿，给我一支点，给我一杆，我能把地球撬动啊！来，选手准备，开始。啊，第一意思就是，本来有浪，然后你要让更大，让浪更大。推波助澜。对。第二个就是，给这个导演一个台阶，他就。这不下面。对，第一个字是。我将什么？走你的。我第三个是我做了这个事情，使用了犯规。啊，过。这个。所以这一组是这个五夫组合获胜，恭喜你们。胜的全无悬念。好没意思啊，让我连挤兑人的机会都没有。刚才也很不错，比上次好，我觉得你们俩今天就是违规了，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就当是了，我们再来下一轮双音节对抗赛。一定记住，说出来的那要是个词儿啊，像舞草啊啊，胡毛也能算吧啊，这个。就别再出这范围了，不能比他再低了啊！来，选手准备，五夫队先手，开始。看作。看作，事如必喜。交换。看我。平等。我要是我也这么说。看作。平等看作。倒计时，平等啊，然后还看，就第一个不好啊，第一个交换。杀身，杀身，一视同仁。要我就说看待，对，或者对待，对，然后再加上平等。但是你那杀身也真
神呐、啊，杀身成仁。刚好相反，孔子说仁者爱人，所以韩愈说一视而同仁，说圣人一视而同仁。关键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题特别好玩，就这类型的题特别好玩。刚才你在那儿说啊，捻虚哈，银安一个字捻断数径虚啊，这是作诗要讲究练字。这一个字要是能练清楚了，那马上这个题眼就出来了。我就想要是看作能改成看待，那那个眼就出来了。你们就得练练这个功夫。其实别急着说。就得捻断数径虚那精神说出来，这对手对方就好办了。谢谢王曼老师。准备下一个词儿，五福组合，开始。清廉，雀金木叶，交换，牌匾，牌匾。牌匾，牌匾，牌匾，成语大会，光明正大，见机随友，交换，不低，明镜高悬。你要说法官多好，开始就说法官，哪怕说法院。啊，然后再加个牌匾，最有名的例子就包拯嘛，对，对吧？对，包公，民间文化里头，包拯说开封府有三宝，有一阴阳镜，就是晚上靠那面阴镜是吧，办地狱的。对对对，日审阳，夜审阴。对对对，他临终的时候，民间传说就是，包拯把这个阴阳镜就悬在这个开封府大堂的这个上面，明镜高悬。但民间文化，但是。这个蒙老师说的这个法官这个词确实是很关键，你清廉说得很好，但是接下来那个牌匾呢提那个高，那个不低呢都是说那个高，但是又把这个宁静高悬这个背后的他的那个文化意义说出来。其实吧，这事儿本来也不是讲包公，而是讲秦始皇啊，说他呢有一个镜子，这镜子呀谁要是有病你站那儿一照就能照出来，然后一个 X 光机，哎，对，那还不够。关键是，如果是你是他的宫女，他的那些妃嫔，你要是对别人感兴趣，不喜欢他了，喜欢上别人了，你一照，他也是肝胆俱动。哎，这好啊！哎，这个能鉴别好多事情哈，解决好多家庭纠纷。结果他就整天让那些宫女排着队去照这镜子去。然后这是秦镜高悬，后来明镜高悬，后来宫里头没有了，都到法庭上去了。所以其实它不是不完全是清廉的意思，它是要守正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心要正，不能像那些宫女那样肝胆俱动，那不行。这是明镜高悬，所以一开始说清廉，我觉得走歪了。为什么他会说木叶雀金？那是清廉，但是清廉的人未必能断得了案子，因为他这里有一个公正的意思呢。好，在双音节对抗赛当中，五夫队继续保持优势，目前场上2-0。好，我们开始第三轮，90秒限时对抗赛，十语组合，准备，开始。形容我以前不干这件，以前干这件事，现在，对不起，形容以前。做的事现在又拿起来干了，老调重弹，弃笔从戎，又干是首字是，什么复，做了第二次叫什么复了？重复。哎，老调重弹。二字是捡起，重拾就业，重操旧业，重。战争举起的什么帜？旗帜。啊，这个它挡住了太阳。遮日。首字是。海里最大的哺乳动物，
什么痣？过吧，过吧。啊，过。三指没提到这个买的骡子，对不起，犯规。特别的，形容特别的银。银？对。特别的放纵银。荒淫无度。首字是副的反义词。成。对。花钱很多叫什么吃？穷奢。穷奢。哎呀，为什么第一个不说在做缝富呢？对呀、啊，在做缝富重操旧业呀、啊。不是买驴，你来个骡子。驴跟骡子有亲缘关系。二位，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们先冷静一下吧。来看他们的表现。五福准备，开始。我在查一个案件的时候，根据一个线索找到另一个线索。顺藤摸瓜。对。打仗的时候，那个烧的那个东西，灯火连天。对。我们说，来看的人就好像那个钱侯庸，来过。是说这个东西。东西还在，但是小伙伴物是人非。对，咱们办一个活动得好，得声势浩大，大张旗鼓。对，犯规。哦，说一个人说话一直没完，一直没完，喋喋不休。一三字是一样的。我姓什么？罗。然后那个。第二个字是外的反义词，内，李，对，李罗，李。行了，那停吧。哎呀，罗里罗嗦呀，你们俩。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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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那你们俩也赢了，这赢的这别扭啊，这。我记错了，我以为我过了一个，对不起，对不起大家。行，恭喜二位晋级。首先，掌声有请白马飞马。在这三组选手当中，只有一组获得进步的机会。这三组人当中，白马飞马，你们看好谁？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比较看好自己。好，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吧。好，提醒你们一下，这一次是允许两次犯规。谁来猜词？谁来描述？我来描述，他来猜词。英博描述，简白猜词。对，看我看我。哟，啥意思啊？这是？又开始眼神交流信号。选手准备开始。形容我特别的高兴，然后。第一个字是高，过。形容一个坏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社会上就，第一个字是我们考试做什么？作弊。对，第二个是都死绝了，没有了，叫违规。茂林修竹。崇山峻岭。对。黑豹的一首歌，我。无地自容。对。形容两个。近的相联系紧密的东西，一个没有，另一个就受牵连，就好像我唇完齿对，唇完齿寒。对，你对我特别的好，就好像您对我的什么情，就好像情有独钟。三，违规。走了，走。形容这个特别的甜，就好像吃糖一样。甘之若饴。第三个字换成，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对。我特别的害怕，就好像我的魄已经没在家。魂不守舍。对。形容坏处特别多，就好像山丘一样。违规。
，Oh sorry， 对不起。六个，我也挺看好你们。停。浪费了40秒，只答出来6个，这就是给别人机会了。来，文质彬彬出场。文质彬彬，谁来描述？谁来猜词？我来描述。我来猜词。好，看着看着看着这儿，阴见不远啊！稳住，真得稳住。你们也要眼神交流一下吗？像他们一样，还要拥抱一下吗？我真的拥抱一下，真的。加油！加油！加油！哎，你要感谢我啊！我给你创造机会了，铭记在心。对，剩下就看你了，师哥只能做到这儿了。选手准备，开始。这个词是说我跟别人勾什么？然后勾心斗角。为了自己的什么欲？贪欲、利益。这个过。这个是在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就防微杜渐。对，这个是如来什么神掌？他法相尊严，对世间万物都慈悲为怀。不，第一个大慈大悲。第一个字是如来什么足？对，然后第二个后面是士别三日令当刮目相看。令什么什么什么？令我。不，第二个字是目，目眼，佛眼相看。对，这个是说这个人他很没有原则，他很平易近人，但是没有原则。烂好人。首字是单，数字。一。他很平易近人，就是很什么？和气。对，一团和气。对。我不分什么什么就批了你一顿，青红皂白。对，这个前两个字都是大的反义词，小小。第三个是否定，小小不。然后最后是说是什么语？话。换，中文是一种语言。对，小小不言。对，这个我被打的身上都遍体鳞伤。对。这个剧情太感人了。违规。当局目张。违规。走。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个路人皆知。不，路人皆知。在。可能太紧张了。是，我是有一些紧张，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前面拥抱过了，把你害的。拥抱也应该是男孩紧张才对呀、啊，被拥抱的人更紧张，回家怎么交代？寄予了太多的希望是吗？不过我们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差强人意吧。好，请文质彬彬组合，掌声。但是你们比白马黑马还是有优势，来。石宇登场。樊卓差点就跟小天站到一起去了。我描述。你描述，让樊卓描述，小天猜词是吗？换下位置吧。别紧张，慢下来。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选手准备开始。选手准备开始。形容。不会就过。什么
我只做这件事情能让我自己得到平静。违规。我提问，你回我特别快。对答如流，到达如流。坐骑一直在跑，马不停蹄。我想得到钱，你给了我很多钱，我觉得感恩戴德。手字是存是内在。欣喜若狂。哇，我得到了很多钱，我觉得很开心。我的民族心汉。我得到了想要的，我觉得怎么样？心安理得。二字是装什么了水？很多，一瓶。心满意足。地老天荒。首字是汪洋。汪洋。嗯，汪洋是什么？大。汪洋大海。嗯。海枯石烂。好。说在海上干嘛？弄那个谣言什么？那是干嘛？流言蜚语。弄起什么各种的波涛。先。首字是什么旺发达？兴风作浪。好。怎么样？往前走，抬起头，昂首阔步。不。卧发土图违规。不知道。到处都有。A A B C。比比皆是。词语组合夺位成功，恭喜！非常遗憾，白马非马，文质彬彬，中国成语大会再次感谢你们的参与，感谢你们的努力。留在场上的选手，恭喜你们，你们成功晋级2015中国成语大会12强，你们将进一步领略成语世界的无边风月。祝你们在成语大会上的表现渐入佳境。好，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成语大会2015第二届的决赛第六场到此结束。这是一个有品位的文化娱乐节目，坚持收看会让您脑洞大开。我们下周再见。当海阔天空忘记了飞翔，忙忙碌碌迷魂汤，纸醉金迷功名利禄，谁还会在意悠悠书香，人生如梦一场，饱经这风霜，白驹过隙一阵荒凉，何时回头望，细碎成雨淹没了时光，万水千山为谁而流浪，远在天边近在去视而不见最美的容颜，相思成语道尽了感伤，心灰杯折湿了谁眼眶，海枯石烂地老天荒，血脉中流淌最美的诗行，心碎成语淹没了时光，万水千山为谁而在天边近在眼前，去视而不见最美的容颜，相思成语道尽了感伤，心灰杯折湿了谁眼眶，海枯石烂地老天荒，血脉中流淌最美的诗行，心碎成语淹没了时光，万水千山为谁而流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却视而不见最美的容颜，相思成语道尽了感伤，千回百转世来谁眼眶，海枯石烂地老天荒，血脉中流
情好好